今天的第一位20岁以上的参赛选手，没想到他速度也相当的快，因为其实通常小朋友速度就很快，但是以他的年纪来讲，他速度非常非常的快。好，我们大家先帮他们加油哦！呀，两位选手，请听裁判指示，现在用的是 Cycle 第一次正式成绩记录，其他小朋友请保持肃静哦。好，我们选手就位。双手放在计时器上，第一次成绩比赛准备开始，完成动作请往后退。哇，我有机会小帮手，我们把杯子捡起来完成动作。呀，志敏完成是13.22秒。呀，博轩也相当不错，是15.28秒钟。好，我们第二次的成绩准备，双手放在计时器上，第二次成绩准备开始。表现都相当好，双手放在计时器上，第三次成绩准备开始。